Hello， 大家好，请。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传说对决啦。那最近的话，在我们商店这边啦，我有看到就是那个限时活动这边的这个，不是啊，还是什么？抽奖这边啦，有这个魔法抽奖。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有看到上次就是看起来超级无敌漂亮的这边的这个小青的这个造型哦，这个还不错哎。然后这边的话，这边好像有20个这个奥义卷轴啦，我们就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抽到，好不好？应该是蛮难的啦，因为它这里面的话好像要抽到6个这个。湛蓝水晶是不是啊？好像是要抽到这个6个这个湛蓝水晶才可以兑换的样子，你有没有看到？这边要6个这个，然后才可以就是换我们这个小新的这造型。然后另外一个是星葵，就是哲平目前来说还蛮喜欢的两只角色的那个造型都有。然后小新这个造型，我觉得是真的挺不错的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手气好不好，然后来玩一下。然后上次各位观众有跟哲平讲说，就是小新这边的话，他的那个能力基本上都是就是利用技能之后，然后普攻会加强哦，所以应该是要开技能，然后再加普攻这样的连打之后的话，应该会比较能够打出一些就是好的一些伤害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二话不多说，直接来抽一下我们这个5连抽啊，如果直接抽到6个这个湛蓝水晶，我们就直接把小新造型给他换起来好不好？这个造型其实还蛮香的，而且蛮大的，来吧。5抽，有没有机会？感觉应该蛮难抽的哦。这个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抽。有一个哈，哇哦，那么好抽的吗？已经抽到一个了耶！哎呦，好像不错哦。那看起来如果没那么难抽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剩下的奖券也给他抽一下，把这个造型拿到？再一个，有没有机会？更多的这个蓝色水晶。果然没了，好不好？他只有第一次给你那么爽而已啦，然后接下来就不会给你了，大概是这个样子，好不好？那这个活动基本上是5月10号到5月31号，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个星葵或是小青的这个造型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再一个。哇，看，不是真的假的？很多再差两个，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有可能哦，有可能。哇哇哇哇！这个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有拿到，应该是之前就送了吧，对不对？拜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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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了！再两个蓝色水晶，差一个，完了，差一个怎么办？缺少奥义卷轴乘以5，是否消耗50？点券其实蛮便宜的，50个就可以抽五次，好啦。然后我们差一个嘛，就买了，就买了，好不好？买了，拜托，就一个蓝色水晶，来吧！有了，可以换了哦。碎，来，换一下，大奶小青。哦，这造型是真的不错哦，好不好？这个好，然后我们就来去装扮一下啊。其实我自己个人当初也是看到小青，长得还蛮好看的，就。也是那种功夫型角色，我就给自己还蛮喜欢的哦，这还蛮酷的耶。你们先看一下他的幻化好了，这要先下载一下哦。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还蛮不错的，很像那种就是雷狼龙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很像就是在那个玩那个魔物猎人那种感觉，有没有？真的还不错哦，真的还不错。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来了，闪电来袭，无人能敌，这真的是雷狼龙的感觉哦，好晃哦，天哪，好晃哦。真不错，好，还行。好，那我们今天就小青走起。那小青的话，基本上我自己个人也是蛮常玩的啦，所以我们就直接排位赛 go 咯，好不好？来，上次我们打的排位赛好像都是那个都是电脑场哦，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打点不一样的。小青，好，我们先抢一下上路哦，然后我们来用一下小青。小青你在哪里？小青，这边，他原本长的样子看不太懂了，你知道吗？哦，好晃，真的好晃，这也太大了吧！舒服就是要这种的，好不好？这种的哲平喜欢啊，没问题啊，有够大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挺好看的，说真的。可是这个的表情我觉得还不错。哦，这个原始的是最好的。舞动麒麟，好啦，我觉得目前这个也不错，好不好？看起来比那个比我们就是之前用的那个造型还要大很多。
舒服，舒服舒服，可以吧可以吧，没问题没问题。Nice nice nice nice，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哦。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打架的时候应该都是要先开技能。我上次好像有看到别人跟我讲说，可以先一技能再接 A， 然后二技能再接 A 之类的、哦、那我们这场打的是夜叉啊、哦。欢迎来到传说，来看一下，造型也挺好看的啊、哦。Go go go！ 全军出击，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看到他的那个屁屁，这种紧身衣其实身材曲线呈现都还蛮不错的。好大哦，天哪，好大哦！H D O， 太神了吧！这个造型，而且我一直以为那个魔法抽卡会很贵，结果好像还好。他好像之前就有送我了，所以我是用送的那个拿到的，还不错。好，打一下。哦、他一直在削我哎！哎、欸，没死！哎、欸，他有算好哎、欸，但是他其实最后一下没算好，就是他是先开那个斩杀之后，然后再那个的，他少算一点点血。夜叉其实好像还蛮难打的。哎、欸，你们要走了哦。宝贝们，我来支援你们。竞技场上五角星，哦，不需要哎、欸，哎、欸，我怎么觉得我每次打排位赛的时候，对我都好给力哦？这就是哲平身为吉祥物的一个好处吗？谢谢大家，我好喜欢大家哦，喜欢跟大家打排位，好舒服呢。永远都不会进步呢，也不需要进步呢，大家都好强哦。可是重点是我都单排，然后还可以遇到这种的，真的很爽。看一下啊、哦，夜叉的招式是什么？肉包子打狼。哎、欸，那他呀，别，走，等，刀锋来喽！哇、哦，大家都来喽！大家都很喜欢来凯撒路哦。让我想到我们昨天还是前天的那个谁哦、喔？哎、欸，等，我刀锋还在，不行！哇，没死，可恶，可惜呀、啊！没死。你觉得这场怎么打？哇，开大招哎、欸！天哪！我捡到一颗头，好险！不屈不挠，这就是。现在是讨论这场要怎么打的时候吗？打赢吗？感觉可以，可以，没事。请求集合，请求集合。我记得小青请求集合，打架能力也是顶强的。群狼出征，先回家一下好了，怕死，好不好？这场的话，我觉得整队还不错，7-3，人头数是赢的。整个带线动线来说的话，我们的 JG 都有在做事情了。就虽然就是刚刚上面一堆人，但是 JG 这局这边不错，而且中路都一直在跑线。我觉得刀锋在这哎、欸，你们怎么看？啊，没有害中路。
可以吧？可以。Nice。先回去吃，吃个回血。三二三，哎，他们都很强哎，边打可以边聊天哎，我也没办法哎。重点是他们聊天不是用语音聊天，是打字哎，好可爱哦，哈哈哈哈，该傻小啦，你是不是说我很烂？我会加油的，不要骂我的，我卡哇伊呢，OK。哇，现在传说对决这么友好了吗？是吗，各位？现在传说对决这么友好的、喔，以前不是都会骂来骂去的吗？现在不是哎、欸。我、喔、这边 OK 哦、喔，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血量可以跟夜叉打嘛。好，看来是不行。打杯，我们被困住了啊！靠杯。好，可以可以可以，斩杀！我刚才在耍白痴哎、欸，我是不是刚才就应该跟他打？我刚才那边原地一直在那边被困住哎、欸，这超丑，新手操作。哇，这不是能让刀锋肥哦？但是我们那个尖刺哥蛮强的，那我们这边可以把这个塔带掉。有，那这样就完美无缺了，好不好？三路魔龙路比较麻烦一点点，魔龙路应该大家都有在跑路或什么之类的，或是 JG 都有去帮之类的。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单挑这个了吧？夜叉来啊，来啊，来啊！不敢往前。哇，我们的娜塔雅，那这是叫娜塔雅吗？忘记了。啊，被射死了。哦，我们这样好像不行哦，凯撒会爆哦。凯撒爆啦！凯撒的塔爆了，凯撒路了，不是凯撒了，凯撒还没复活。线来说还不错，中塔他们应该会去守。他、啊、直接把凯撒放出来、欸，哈哈！哦，这 OK。就魔龙路爆了。我们搞不好可以再推一座，还不行了。爆中塔，小心小心！我觉得刀锋可能会从这边包哎。没有，他出来了，先退先退。哎，干嘛？
What happened？ 请求集合。这什么意思？我这是怎么会啊？可以哦。怎么觉得可以那个啊？不屈不挠，这就是。那我们就那个吧，直接打塔吗？好像可以耶，直接 GG 吧。不行。哦，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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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退退退退。先把塔给打掉，慢慢把兵线带进去啊，比较实在。群狼出征，可不会手下留情。可以哦 ，S， nice nice， 玩这是真的感觉像在玩格斗角色。那夜叉会不会直接来那个？哦，是刀锋。好吧，那就先破三路塔吧。面试都被看到了。兵圣还没进去啊，妈好像少一只欸，是不打了。感觉凡恩可以应该全收哦，收那个塔，塔直接打掉应该就赢了。没有，我觉得不要这样打。克里希怎么在这？克里希怎么在这？哈哈，他是不是就是刚刚那个扫的那一只啊？他一直没得回家这样子。来来来，三路塔打破应该就稳了。哦，我们这只纳克罗斯啊，他换造型，我以为他是那个尖刺哥欸，我以为是。哇，好难哦！这一波开不好，我们就没了。我靠，纳克罗斯，你认真？太冲了吧！
他应该是被拉进去，还是他自己跳进去的？我觉得他比较像自己跳进去的，怎么看？好、啊，他自己跳进去的，这样打的吗？七进七出，那塔都爆了，他们塔都爆了 ，nice。哎、欸，小心哎、欸，这怎么打？完了完了完了，这种局面很难开哎、欸。然后反正再杀死一个就有机会。不然就吃凯撒吧，怎么样？哎哎哎！不是已经飙了吗？干嘛？哎，你小心哦，刀锋垂直在你左右。我们现在两只十几秒。我觉得他在勾引我们。请求集合。欸、他们少一只哎、欸！哎、欸、干！我把克里希拍死了。哎、欸，谢谢，谢谢。谢谢，可以哦，可以哦。啊，赢啦，赢啦，可以，可以，耶、yeah, ，还不错，好不好？还不错，行行行。然后我们今天也花了一点点那个小点券，抽了这个新造型，还不错啊、小青，耶、yeah, ，再生一个星星，我是银牌战士。这场的 MVP 是我们的纳科罗斯，好不好？没问题。我觉得我这场应该也还行啦、啊、好不好？普普通通，普普通通，还行啊。好，那我们计划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抽了我们这一次这个小青的这个有点像是雷狼龙的这个造型啊，我觉得其实挺好看的，而且好大啊、哦、，HDO 好不好？好大哦，好不好？超级正的，好不好？很大。还不错，然后美柱图是长这个样子，还行。那大家觉得这造型好不好看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对它的看法，好不好？那如果有一些关于小青的一些阶级或是出装或是什么相关方面的东西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知道。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啦，我视频再见喽，大家拜拜啦！